本来这是贺家肉大的。山东临沂费县朱田大集。哦，这叫朱田，朱田，费县朱田大集。这鸭肉多少钱一斤？啊？60。不对，这么便宜的，60一斤。你给我那个第三代、是他们以前小我大一代呢，讲你是那个小伙子大白给的啊，我这也得有第四代了，第四代配我吗？不，我以前从小是大爷、大爷，哎，够了吧？一碗小伙大爷是吧？一碗多少钱？一碗6至8块。你给我来一碗啊！你给我来一碗，来一碗，来一碗，好，哦，来一碗。小碗的话6块，大碗的8块。给我来碗小碗。大爷，你这丸子汤是祖传的呀？啊，祖传的，祖传。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？哎，就是我。他那个有了吗？民国吧，民国。哎，这听说了。我的妈，从民国开始。辣椒吧。要辣椒、盐水，要。好，你加点豆腐。啊，不要豆腐，我就吃。你称了我看啊，别了，就你赶快回去称，我给称好以后你看，我没放你豆腐，好，要我给你回弄的啥？我的妈呀，这料够多啊！要辣椒，带过来点辣椒，带来辣椒，好。哎呀，我大爷的话，一个鸡卖多少碗？哎，一个鸡，只不过有多少顾客，咱以后新料的都给招引多少顾客。我真感谢你，有小伙子，我真谢谢你。我也不吃，真感谢。我们那个晚上全你看看，太好了，山东人太好了。这不就浪费了？买多了，给嘞。啊，买多了。感谢。吃不了浪费了。给你。在哪儿？浪费，我们带走。这是99年京城小伙子大爷做的丸子汤，跟那小伙差不多，味道好。哇，太好吃了！还有蒜。这丸子汤这里很烂的。这是什么口的？你感觉？啊？口感怎么样？口感那蒜不，那跟油炸的。咱品拿走吧，我不吃。我碰了表哥了，好吃。碰了表哥了。怎么卖丸子？这地方有特色。那谁，好，感谢。感谢。这服务很到位啊。老板很热情啊。唐哥，这个丸子汤味道怎么样？太好。那小伙子，好的，吃的很香啊。咱家的本身嘛，他的味道也不错了。这是田超的大娘是不是？应该说叫。对。哎。99年吉林小伙啊，大白兔。啊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不愧是100多年了。哈哈。大爷，你的丸子汤做的不错。我那多豆腐。咱有这块要新鱼的一。对。哎。啊。新鱼才能吃骨骼之长。是吧？哎，你好吃再来嘛，这就这块好吃再来。对，好吃才会再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吃过，你肉绝对不再带回来的。你做长久生意就要做回头客。哎，在这个环境下，这喝一碗丸子汤是不是很惬意啊？哎呀，这下子一杯。好的。都给我做了啊。老丁，我咋喝白酒来呢？三瓶，喝三瓶白酒啊！啊，喝完喝白酒了。嗯，做完他喝白酒。不放辣椒啊？不放辣椒。我放点辣椒。谁了？一五。好的，走了。哈哈，三四爷太好。那个田超的话叫你叫哥是吧？他哥这香烟抽的真是我服。你比他大几岁啊？他比他大十几岁，大十一岁啊！这个有辣椒吧？今天辣椒，这是辣椒的。
你这个不要完了，还有准备豆腐了，没东西吃了，就会吃豆腐了。这个有辣椒盐，这东西好吃。美女也来吃。有辣椒盐。就是临沂啊，特美女啊，是的，随便看就是个美女。不客气。